我们要颁百度音乐十年最受欢迎女歌手，请看大屏幕。百度音乐十年最受欢迎女歌手张靓颖，她连续多年占据百度音乐女歌手排行前三位，歌曲累计搜索量突破4.2亿次。2008年，歌曲《花心》至今依然热度不减。2010至2012年期间，仍然保持每年超过5000万搜索量的好成绩。谢谢百度，谢谢大家，很开心，然后谢谢大家给予的肯定。花心这首歌今年重新编曲做了一个花心的第二版，希望明年会有更多的新的作品出来，谢谢。再次恭喜张靓颖，请稍作休息。请我们两位嘉宾继续我们揭晓荣誉。忘说两句话，因为百度音乐近年来呢是我们行业重要的一个指标，就是歌手如果能在音乐十年最受欢迎女歌手张靓颖为我们带来《花心》。到底被什么蛊惑？
着你的脸色，是我对你的执着，你是我一生唱不完的歌。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，握着你握不住你的骨骼，我记着你的脸色，是我等你的执着，你是我一生唱不完的歌。谢谢，再次感谢张靓颖，谢谢。今晚的百度飞碟以百度音乐十年作为主题，今晚我们让音乐在这个空间里面肆意的飘。